有着惊人的口才。在这里一看到落叶，我心里最多想的就是悲伤，就是凄凉。出口成章，却被视为对成人世界的鹦鹉学舌。我感觉到这孩子好像是在说放屁。生活中的言响神童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同学们有的管我叫忧伤王子，他很孤单，没有朋友跟我一起玩。演讲神童成名记，看见即将播出。所以说今天我就要播。奥巴马总统来到中国究竟想干什么？他能否给我们带来发展，尤其是带来孩子的改变？所以说在这里一看到落叶，我心里最多想的就是悲伤，就是凄凉。他让我们想到时间，想到时间的流逝。其实有的老师的行为还没咱们学生标准，所以说我觉得这很不公平。所以说今天我就要换位思考，换位角度，我要跟所有人的说一说，假如说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这个小家伙，今年呢才9岁，他叫做杨新龙。你也从刚才这几句话当中听出来了，口才极佳，人小鬼大，于是呢在网络上红火的是一塌糊涂。有网友呢管他叫做天才，也有人称他为是神童，更有甚者尊他为演讲帝，皇帝的帝。这么说来，小杨同学应该是风光无限才是，但是实话跟您说，目前呢他所面对的可不都是那些好听的。把整个国家的教育方法、教育体系、教育改革以及军事经济方面都治理的比现在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一口官腔，我觉得他一张口就像在背新闻稿。逻辑思维还有哲学思维都和生活有关系，生活跟他们就是他们的语言一样。大话空谈，没什么逻辑性，没什么中心思想，没有痛苦的根源，没有烦恼的根源。同学们心中有杂念，做什么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感觉到这孩子好像真的在放弃所有的形态，是那个没有内心发自内心感受的，他的表情和行为都是一个一个模板，一个这样做下去的话，就把他弄成一个像鹦鹉一样。我要把孩子培养成小伟人，当伟人在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做得很优秀了。我不管你怎么评论，我没有错，我的方向很对呀。我完全杨所称杨兴龙的父亲，正是他给儿子拍摄了演讲视频并上传到网络，引起大众瞩目。对于不少人的批判性言论，杨所称不仅没有感到气馁，相反他很坚定地觉得网民的思路并不在理。我完全是让一个孩子把内心话说出来，完全是让一个孩子在平时的环境里面、学校里面、班级里面不能说尽的话全部给他说完了、说好啊，把一个小孩从课文里学到那些珍贵的真情实感的东西通过这种形式说出来传上去，我没有错呀。您已经听出来了，小杨爸爸的观点和网友们正好是针锋相对。那小杨他的演讲到底是真的有语言天赋，还是说像网友以及专家们所质疑的那样，靠的是精心的编排，幕后总导演是小杨爸爸，而小杨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会学舌的鹦鹉呢？人与社会的记者带着这样的问题敲开了小杨同学的家门。辽宁抚顺市一个普通的居民楼，杨兴龙的家。杨兴龙在附近的小学读4年级。在杨兴龙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记者当场给他出了一个题目，邀请他即兴演讲一段。我现在给你出题了啊，看着镜头说，看着叔叔的镜头说啊。你这样再站着。下面一个题目叫做如果我是市长。嗯，好。假如我是市长，但我是个孩子，我不了解国家大事。我很小，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对国家大事有了多少的了解。但是我要做市长，我做第一件事情，我要把我所有的权利分给孩子们。我现在我就，假如说我坐在高高的这个座位上，我必须要把我所有的权利分给我的小伙伴们，让他们知道当市长多么的不容易。
我要把我所有的快乐以及我所有的烦恼跟所有的市民们分享，让他们知道当市长多么不容易。我要让所有的市民知道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要让所有的市民都知道他们现在最渴望的是什么。接着我就把我身上所有能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帮助他们，我给予他们，我给予他们，让他们知道我这个市长对他们很好。杨兴龙的演讲持续了四分钟，中间没有间断。看来杨兴龙的演讲并不像外界怀疑的那样是事先准备好背下来的稿子。别人都有了市政，假如我要当市长，我就要这么做，我要做到一个全了解全市民的心理，但是一切都取决于假如。杨兴龙的演讲一结束，站在一旁观看的爸爸妈妈似乎松了口气。好，人讲的真棒，真彩，都是即兴啊。累了，我都累了。我真的担心。网络上流传的杨兴龙演讲视频都是这台摄像机拍摄的。不行。摄像机是杨所上的亲朋好友凑钱给他买的。除了演讲的视频，平时他也喜欢用它记录儿子的生活。那一会儿赶紧吃药。鲜肉大优惠，带肉三价五，每斤四块九毛八，快点。小五经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对，他是日系大王。店里的生意是由杨兴龙的妈妈来打理，杨所昌除了偶尔来帮忙外，其余的时间用来督促和辅导孩子的学习。我觉得孩子学习是第一，别的都是次要，最主要就孩子学习得搞上去。我们上学的时候，包括高中啊、初中，包括爱人，连高中都没上，就因为什么？就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没有钱。那你说我们有了孩子，所以说就有一种渴望嘛，这也叫潜意识吧，就是想让我这孩子啊将来能上大学，能出人头地。一张是毛泽东，一张是牛顿，两张伟人的照片醒目地贴在杨兴龙家客厅的墙上，而杨兴龙的照片就贴在这两张伟人照片的旁边。就是希望孩子也将来也能成为这些伟大的人物呗。我孩子出生的时候就买了一本书，还刚出生，这边把孩子从医院抱回来放在床上，这边书就把世界伟人儿童时代那本书端端正像捧圣经一样放在他的枕边。五金店的生意不好，杨所昌和妻子一个月的收入只有800块钱，家里甚至没有一台电视机，但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却堆满了书。杨所昌说，这些书大都是他省吃俭用给杨兴龙买的，不仅有各种世界名著，还有些连成年人读起来都费劲的书。兴龙，我看你这本书，这里有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你看的。嗯，这本书你也是你的书啊？啊，那是我熟的，然后就送给我爸的，然后我爸也现在他不看了，然后就给我了。我发现了，我淘到了。看完了吗？没看完。看到哪儿了？看到45屋愁那块儿，97。看到97页啊、嗯。这一张是。反正现在我不看了，很久以前看，现在也没有时间，就早就忘了。哦、嗯。这些。你看的是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看了这张是吗？看了，但现在也看了一半，反正现在已经忘了。你再考，我也不能忘你那个详细多少。忘记了。当时为什么会你喜欢看这种书吗？我可以解决我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意识是什么，思维是什么，逻辑是什么，世界观是什么，是什么叫世界范畴，这里都有。你从这些书中都有什么样的收获呀、啊？异样的收获。异样的。全是感情，这里写的你看，嗯《爱的教育》写的这个是对爱最好的诠释，《王子与平儿》这就是讲述社会中最不公平的一个代价，要比《泰坦尼克号》那里。不差多少，让我知道人如果没有地位的话，他什么事情当不了。无非是这是为了生存，他寻找了生路，这也是一种感情，让我们知道人如果不能和大自然抵抗，你会被自然淘汰。秋天中有一个山坡，山坡中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苍天无法实现，你默默等待，在绝望中淹没沉思，在怒吼中吞没山坡秋天，一去不复返。杨兴龙写的是文字中竟是些略带忧伤的字眼，
和我们熟悉的九岁孩子的内心世界完全不同。我喜欢听的歌像迈克尔杰克逊，就是那种就带有一定忧伤的，反正是忧伤的歌我就听，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反正那些歌我听了那些一遍再听一遍。同学们有的管我叫忧伤王子，因为他在情感方面比别的同学可能要早熟一些，跟一些孩子哈玩不到一块儿。王老师，杨兴龙的班主任，他说在学校杨兴龙的朋友并不太多，他很孤单。他给我写过一封信，把他的烦恼写在信里，然后他说没有同学跟我一起玩，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融入他们。我就记得我在五岁的时候看过一次，看那是大风车的节目，然后我觉得看完之后一点意思都没有，比如说什么什么波波历险记啊，什么卡卡历险记，同学们在学校里经常眉飞色舞的探讨这些事情，我也凑不进去，我也不知道。但是在班主任王老师的眼里，杨兴龙也有些其他孩子不具备的好习惯。我跟他父亲也说过，杨兴龙同学就是说语文基础知识啊特别扎实，留给普遍同学的作业吧，他要是如果会的话他就可以不写，但是呢他没有一回不完成作业的时候。洋洋，是啊，一百分科学，哎呀太棒了。每天下午3:30，杨所长都会准时来学校门口接孩子。杨兴龙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这让杨所长很骄傲。不信，喊你名，回来一下，让你做个证。科学是不是考一百？科学是考一百。对，是。老师，对，可以一个我都做证，可以当小考官了。这一天，儿子的科学考试得了100分。按照父子俩事先的约定，杨所长要给儿子买一个玩具作为奖赏。那就得买了哈，不过你那个东西也不贵，爸爸估计还能承受得起。还要给买礼物。那个溜溜球，哎，不是你那溜溜球修了吗？修好了。修好了，那修好了为什么还买？那也，那你得。行吗？多少钱呢？啊，这个。哎，那个5块，这个10块。哎呀，爸爸，这质量可不一样，就这么点钱呢，生活费用。爸爸是吗？所以我对孩子爱不是简单的那种父母那种血缘关系那种爱，它上升一种崇拜的那个境界，是一种精神领域的那种爱。现在我们的爱已经升级了，应该这么说。杨所昌只有高中学历，90年代下岗后，他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后来喜欢文学的他自学了中文专业，却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文学梦。由于日子过得太穷，谈恋爱时杨所昌都不敢把女朋友带回家，就像个兔子一样，连个窝都没有。你家里面老人住的平房，一脚就把那房子踹了，四面漏风。你说你跟我去，我这家里这个面，这面子我都丢不起。为了不让孩子再过像自己一样的苦日子，杨兴龙出生后，夫妻俩就商量，一定要让孩子成为出类拔萃的人。于是两口子开了一家五金店，妻子打理生意，杨所昌没有出去工作，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我就发誓，就是无论如何把这孩子培养的出类拔萃的，哎，让他将来哈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应该算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很震惊的这种人。怎么拍吧，这200来本。杨兴龙出生后，杨所昌开始写日记，至今已经写了200多本，里面记录的都是这些年杨所昌对儿子进行早期教育的心得和体会。啊，单纯的背记是错误的，你看那时候写字也不好。我已经教过孩子好几个英文单词，那时候就教你，才刚刚，这不是01年吗？那时候孩子还刚1岁还不到呢。你看你我咱们找不找？教过儿子好几个英文单词的，如 knife、pen、may、water 等等。杨所昌说，在他的培养下，杨兴龙比同龄孩子提前学会了读书写字，而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杨所昌发现杨兴龙不仅爱读书，还特别爱说话。一出校门，马上就拉住爸爸的衣角：“爸爸，爸爸，快点，快点，有话要跟你说，有话跟你说。”那个时候哈、啊，我就得放下手里所有的活，包括自行车打开了，就准备带着他要走，我得就把自行车锁上，然后他拽我的衣襟，你不跟他走，衣服都给你拽坏，拽到一个小墙角里面，嘚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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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把学校里发生的实验一吐，就全都给吐完，全给你说完。有的时候长的说半个小时，每次回家以后，妈不说这么长时间别都回来干嘛去？所以我们俩就谈话去。这大概有30多盘，可能是。自从发现了儿子的语言天赋后，杨所昌就有意识地鼓励孩子多说话。给爸爸上课是杨所昌鼓励孩子说话最常用的方法。儿子，今天给爸爸讲哪一段啊？讲意识。哎呦，这很难呐。这块写字板本来是杨所昌给儿子辅导功课用的，现在却被杨兴龙用来给爸爸上课。意识是什么和什么的产物？是，你随便说。是物质和什么什么的差。人们在思想思维的产生过程中，有三点起到了最浓的作用。你说哪一三点？第一，看，就结合我这个，就是在看到第一事物，然后某一事物或者在第一时间产生的第一反应所感到的刺激感官。刺激感官之后，它就产生意识。就像你，我把醋呱嗒一下子倒进你鼻孔，你什么感觉？酸。对。捂着鼻子，我把辣椒水，我把泡那个辣椒沫，然后咣家往你嘴里倒，你什么感觉？辣。辣。呛鼻子。就说那就是第一意识。意识其实就是简单一些，说白了也就是什么，就是第一意识、第一感官、第一感觉。杨所昌说。杨兴龙说话的灵感总是在晚上写完作业后来，这恰恰是夫妻俩一天最疲惫的时候。可是为了不打击孩子的积极性，他再累也要听孩子说完。我刚才在那都打瞌睡呢，但我怕压力学老师看着打瞌睡，那该收拾我，还得加长半个小时，所以说更折磨，所以说我这端端正正听呗。但总的来说吧，孩子他的思想也好啊，他自己原本的东西已经有这些东西了，你必须得给他一个途径让他释放出来，要不然以后弄来东西他会有心理疾病的。你的脑子里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要是不说出来就憋得难受。 是啊，就比如说对太太那个好的见解，我整天我生活在这个学校里，我对学校有什么看法啊？看超人和蜘蛛侠，我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慨？我看到一个个记者围在我身旁，我有什么想法？我写完日记之后，我给爸爸宣读，读完之后，爸爸却拖着下巴沉思不语。爸爸想干什么？妈妈今天又脾气不躁暴躁了，他为什么暴躁？今天又有一个记者来了，他那麦克，他为什么把麦克风架在我的身旁？等等等等的，反正是小小点点滴滴的问题，反正总是在我脑子里出现。我不想他也不行，我不考虑他更不行，反正见到一个就是一个问题。离家不远的这座小山是杨所昌和儿子经常来玩的地方，很多杨兴龙精彩的演讲视频都是在这里拍摄的。而就在父子俩正在往山上爬的时候，杨兴龙的表达欲望又上来了，杨所昌马上拿出一个小本子记录。看到超人这个神气的自豪的家伙，我又感觉心里欣慰很多。看到超人，我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一样，立刻感到有许多欣慰。而一看到蜘蛛侠，就让我喊到那么的陌生，那么的遥远。你写这东西干什么呀？主要是对孩子，就是说在随机啊或者即兴讲话这一块呢，这是我特有的一种鼓励他的办法。因为孩子他意识到我对他这个他所讲的话呀非常尊重，非常喜欢，非常把他放在心上。杨爸爸的笔记本里边字迹写得非常的潦草，以至于过后呢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也许呢这些压根儿就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杨爸爸要告诉儿子，你讲的话非常的重要，爸爸在听。
可是然而在看奥运节目的时候啊，我看到我们中国选手奋力拼搏，我热泪盈眶，我被他们那种精神所感动，我流着泪向我爸爸请求道，我说爸爸，你给我一次机会吧，我这一次一定能讲好，请你把小朋友都招来。这是2008年杨所昌拍摄的视频，正是8岁的杨兴龙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演讲。而事实上，杨兴龙这第一次登台演讲的机会，正是他父亲一手为他创造的。必须得鼓励他，给他创建那个条件，搭设这么个平台，让我儿子哈变得更优秀。这种力量是永恒的，直到有一天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直到有一天我们流泪的时候，这种永恒的力量才会化为乌有。杨所昌说，当地很少举办公开的演讲活动，孩子没什么锻炼机会，他才想到自己搞个活动。招到一起，我只想庆幸。这个舞台包括搭台、布景、请乐队，都是杨所昌省下钱来自掏腰包搞的。但即便杨所昌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来捧场的家长却是寥寥无几。通知了60多个家长，但来了6-7个，人家都笑话我，哟，这是什么活动啊？哎，这兴师动众的，所以人家对我的看法嘲笑我，爱人在屋里都不敢出来。为祖国而得到荣誉，他们因此而哭泣，而他们激动，他们今天的荣誉为祖国而得到。就在杨所昌苦于无法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时，一个朋友的建议提醒了杨所昌。他说：“你孩子演讲这么好。”咱们这小活动在这个地方也搞不起来，为什么不传到网上呢？很多诗人在诗中都曾经赞赏过这个庆松，也赞赏过他的毅力。所以说庆松虽然是哪怕是他现在枯黄了，他枯萎了，但是他的内在根子，也就内在的精神，他还是有的，内在的翠绿，内在的挺拔，内在的高傲，他永远存在，永远不会毁灭。一个人能做出自己喜欢的事，研究物理的，研究化学的，专心研究一门学问，他们也许会就成为一个物理学家、化学家，就像第二个牛顿，中国的牛顿，中国的爱因斯坦。杨所昌说，当初想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才上传了儿子的演讲视频，但结果竟然让他和儿子饱受质疑，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全是骗子，骂我的声音。但是杨所昌说，他从没打算停止上传视频。我为什么要停下来呢？我为什么要受他们影响呢？我要继续传，我要继续传，我顶尖上。而继续上传视频的同时，杨所昌还让儿子跟他一起看网上的评论。你干嘛要回避呢？让让孩子看。哎，不理解为什么我讲的那么好还骂我，还批评我，还打击我，还攻击我呢？我说好，咱们把咱们的视频放下，然后咱翻一个别的视频。咱你不是可爱的男孩吗？我们找一个可爱的小妹妹，我说咱们看看她的评论，她的点击率很高，看看她评论，然后扒出来以后一看，哇，那骂的那更是不堪入目。我曾经看过一个小男孩跟我一模一样大，他也叫杨兴龙，他也讲了一段视频，跟我的不差钱，你甚至比我的演讲还要好。我也好奇的浏览他的评论，结果那上写的是什么？他是这样写的，也其中我一段记忆犹新。你讲的这么样，你是不是得了脑癌呀？早晚你会被你的父母逼疯的，你快点停止你的疯狂行动吧。反正我看完之后觉得，为什么大人总是以为这样？也许那些评论中还有孩子，为什么他们总认为他讲的不好呢？就对于那些评论，我总是看完之后一笑了之。经常关心那些国家里的事情，我发现我就会慢慢的从一个孩子的身份升到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孩子的身份。那样来说，我的头脑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头脑。我从来不考虑孩子讲什么。现在咱们网民也好，媒体也好，总是关注孩子讲的内容是不是不逻辑啊，是不是和主题没靠上啊，研究这些东西是大错特错，我认为不怎么合适。小孩就是玩语言的时候，好好用它，如何用它表达思想？哎，就像骑自行车似的，骑出一个高难动作来，哎，语言给他玩活，对不？将来大了，他自己就有自己的思想的东西、逻辑的东西。现在干嘛非得界定呢？
哎，好，哎，别动，别动，哎，酷酷，哎，再抬头，哎，好好。虽然成了网络红人，但外界的质疑似乎并没有改变杨兴龙和父亲的生活。周末，父子俩照旧会到小山上玩。杨兴龙说，即使是要好的同学，也比不上他和爸爸的关系亲密。节目了啊！哎，是这家这样的啊，好看。哎呀！没有比我和我爸再好了，因为我爸从小就一直跟我说啊，没有一个人在我身边待的时间长比他还要好。快看看儿子帅不帅？这里。儿子快来看。帅，就是帅，儿子看。这半截啊，都整出来吗？杨子昌在网上以儿子的名义开了一个博客，并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一回到家，杨子昌就把身上给孩子拍的照片贴到博客上。经历了这场网络风波后，杨所昌说，他现在总想把儿子的另一面展示给网友。你是怎么培养孩子的？你是个合格的父亲。我羡慕你这样的老公，更羡慕你能培养出的优秀儿子。1596，这是哪里？又新来的。又来一个新的。就现在，就是说，想向我学习的家长太多了，一天平均20。杨所昌说，最近他和妻子的手机上总能收到家长发来的赞扬和肯定的短信，在经历了一番狂轰乱炸式的指责和攻击后，收到这样的短信让杨所昌感到很欣慰。老公成天光说自己很忙，没有时间和儿子沟通。现在杨所昌每天多了一项工作，很多家长通过 QQ 请教杨所昌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问题，杨所昌总是会认真的答复。杨所昌说，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认可。故事从一个开始充满争议的演讲少年，讲到了一个自己曾经想出人头地的父亲，从一个父亲不同寻常的教育方式，讲到了父子之间深厚的情感。目前呢，我觉得所有的讨论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关注孩子成长的父亲，一个爱孩子的父亲。杨爸爸对我们的同事说，他目前呢最大的心愿就是等自己的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他要把整整一大箱足足有200多本一直压在床下的记录孩子成长的趣事以及自己教育心得的日记当作成人礼物送给孩子。这将是多么厚重的一份人生礼物啊。